安哲，你怎么又跑来割猪草了呀？快下雨了呀！家里没有猪草了。哎呀，雪阳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些事情吧，我上来。啊，你不要上来，会滑倒的。没事，我上来吧，我上来。慢一点啊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你们这边的彩礼，确实是好多呀，30多万。然后，我也没什么钱，你知道的，也就30多万，我就实话跟你讲吧，你看一下吧，也就这么多。你不用给我看。但是如果彩礼30多万的话，那以后我们怎么生活？我就30多万。彩礼这一块的话，我做不了主。而且我现在还没有买房呢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你说给多少我都愿意，对吧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但是，假设有一天爱情有了，但是面包没有了，我拿什么来养你？你说对不对？爱情也是要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。那你以前怎么不多攒点钱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呢？害得我找你那么久。要是我能做主就好了。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的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给你家里人沟通沟通呀？其实我爸是故意刁难你的。你爸是故意刁难我？他就是不想让我远嫁。是这样的呀。没事没事，你不要担心吧。如果实在没办法了，那就给嘛，对不对？大不了我们就出去打工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。日子平平淡淡也挺好的，只要能在一起，苦一点没关系的。是啊。割了多少了呀？快下雨了，我觉得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应该下不大吧，没关系吧。路前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夜。